南关社大的学员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视觉手作饰品编织班的课程讲师吴瑜珍。居家防疫期间，我们一同落实防疫新生活，勤洗手，戴口罩，做好个人清洁卫生，外出保持社交距离，落实实名制，防疫优先。南关社大停课不停学，利用线上教学时间与学员们互动，让我们在防疫期间能继续学习，分享手作的乐趣。欢迎大家一同加入社大学习的行列。